者邱巧珍台北报道，时尚名媛孙芸芸近期出席保养品活动，本身属于敏感肤的她透露女儿也跟她同样肌肤会有点敏感，她传授儿女护肤心法，不管在哪儿基础的保湿一定要做足，再者孩子处于青春期阶段彻底清洁也很重要，此外要用对东西，不要给肌肤太多的负担。孙芸芸分享多年来她一贯的保养程序，就是洗脸精华液，再搭配一款乳霜，到了冬天顶多乳霜厚敷再加上面膜，每次出门身上一定要带有三宝乳液香水及软糖，我一定随身会携带一瓶乳液，擦在所有看得到的地方，出席正式场合前会再细擦每个脚趾头，还有脖子一定擦很多，我非常重视脖子到锁骨这一区块。身为香水控，孙芸芸笑说他每次出门前都会喷香水，喷到自己头晕，一走出去就会让人闻到香味，他偏好中性香水，而多年习惯随身都会带住2-3包 QQ 软糖，总是以时尚达人之姿出现媒体面前。孙芸芸维护家庭隐私先，少在公开场合提及儿女，他难得透露自己其实是一个很有原则但十分支持孩子们的妈妈，不论是孩子遇到事情或面对学校功课，我都会在旁陪伴。他分享女儿现在很喜做甜一点，经常会品尝到女儿的手艺，相较下我对于甜点比较不擅长，对做菜鱼炖汤比较拿手，他强调无论用的还是吃的，对于成分都十分把关。时尚名媛孙芸芸出席保养品活动，透露自己全身上下都勤擦乳液，连脚趾也不放过，舒特不提供。孙芸芸表示每次出门身上一定要带乳液香水及软糖，舒特芙提供舒特芙 ERC5 强护保湿精华乳，含有天然保湿因子，乳油木果油，谁敢问责成分，维他命原 B5 丝滑保湿因子，85毫升770元。记者邱巧珍摄。